我们现在看就是讲一些什么假平等啊，就是其中是平等，其中是不平等，跟假平等就是都是一样。还有这个提倡教育，就是在讲我们现在的教育，所以我们现在教育都是个屁，你可以懂吗？我们现在就是个屁，就是需要我们这些有志的分子。